这是骂谁呢？这是骂你呢。他占你便宜呢。就真傻。来来来，黄三美，合成之后啊，就是暗器。哎，没事，和骗成分差不多。全是骗去吧。姓名？黄国正。年龄？11。谁是你自己？天才。我不是一个聪明人，我很清楚这一点。就你这智商，你配待在这个班吗？少年班属于精英教育，劳民伤财，不合适。参天的乔木必有灌木配。说得好。好。我曾经想尽办法装得和你们一样聪明，我才不觉得那么害怕被戳穿。最后一名，从现在上就绝不要回家。甚至连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都想模仿麦克。我也不懂爱情是什么，只是和你在一起时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。周兰跑啊。可有时又觉得自己伤痕累累。人类的进步真是需要这些人，不要放弃他们。你就是少年班标志性的废品。孩子们，当你们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倾听内心最勇敢的声音。当命运需要你们去逆风飞翔的时候，就不能随风而去。